人还要计较什么吗？我们还能等吗？能等到年纪大一点才做吗？能等到啦，我现在的地位啊，我需要应酬啊，等到啦，我卸任以后呢，我才来做嘛。这种的经世灾难祸，总是呢看到、听到、感受到啊，人生啊那样的无常，国度呢就是那样的微脆啊。可是为什么看得这么多，听了这么多，都能了解到，为什么还要等待？我们需要把生命那样的狭窄，那样的小爱，爱了自己的名啊利啊去争，一定要这样才算是人生的幸福吗？太狭窄了啦。看看日本这一次的，我们都明明历历还在眼前，我们能不受教训吗？我们能还在沉迷这样的明天再明天，或是半年再一年，能这样等待吗？生命不能等待，这是著名餐厅喜来登东主朱新义先生最深刻的体会。朱新义和家人一共六人前往日本游玩，没想到却在仙台遇上世纪大地震，幸好与死神擦肩而过。慈济志工前往关怀，劫后重生的他们不但捐出爱心，还当场忏悔，希望把以往不好的习气都改掉，并且一起从斋戒一个月开始。我们这六条命真的是捡回来的，不好的东西舍去不要，错的 OK 就要所谓的忏悔了。现在开始对人对事对什么都你要稳了，就是不要再乱发脾气还是怎样，对人对事都要宽容了，要包容工人啊，包容家里人哦，也不要跟他们计较这样多了，就是重生了嘛，要另外做过一个好，也要重修了，修自己了。其实当时我逃出这一那一刻捡回的生命，我不觉得我的侥幸而高兴，看到他们，反正觉得非常的难过。我要把我以前那些恶习都尽量去改。比如二十只一般上人就是所谓就是自私啦，一般说都是为自己啦，出发点全部都是为自己而做啦，现在不是了，出发点要为公众，我想到人家的感受。我就讲一个月太少了，要吃一年。吃什么吃一年？吃斋，要感恩，因为生命要留下来，可以保留动物，可以让地球在这边更加久。在这样我们平安的时候，真的是人人啊，要惜福啊，我们要多造福，对自己呢，真正的要多忏悔，忏悔呢，才能平安啊。那光忏悔还不够，要斋戒啊，光斋戒还不够，要身体力行哦，把我们的习气改掉，真正的成为人间菩萨，菩萨在人间，唯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净化，才能真正的消弭灾难。